想高丽纸，高丽的印花应该也是魔印的花卉，高丽纸，它的风格比较独特。就有点像月牙，有点像鲁牙，有点好多好多那个青瓷砸在一起那种感觉。高丽纸，你这都是拍回来的吧？对，我拍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哎好玩的东西，黄碗，你看，黄碗啊，那个阿拉伯文的正德的。然后这个是一个万历的一个。魁星，有点像魁星点斗那种感觉，但这边是书生人物发射，画片非常典型，明晚期的一个赝品。这边是青花人物，这边呢是一个雕塑啊，有点像魁星点斗。不，这魁星点斗也是那个时期比较流行的一个画片。这个老板要30000，给老朋友多优惠点吧，咱们天天以后都要碰的。我也是到处跑，这个上面残了一点，主要是上面有残，底下有个摇粒，它挺沉的，这个挺有分量的，挺沉的，底下是一个裂开了摇粒，摇粒这么一个品种。赝品，人物的赝品，这能优惠多少，老板？13万，不是3万。啊？13万，不是3万。还买不到啊？这就这么个东西，要13万啊？那我真听错了。3万可以赶紧拿吧，捡漏。3万，你这毕竟残的呀，你完整的肯定价格要高一点。那残的那几万块钱也不低了。完整几十万。你家元金花残的也就是几万块钱，你又很高啊。你再比不了元青花吧，有些东西差不多就这样，13万太高了，那拿去拍差不多，拿去拍卖上拍差不多，那民间13万买这有点太贵了，我认为3万的，我说跟你黄文家拿算了，3万赶紧拿，3万我有点小犹豫，因为毕竟是残的，像完整的中几万是可以，但残的就不太值那个价。